火爆的 SUV 市场，奥迪 Q3 一经上市就引起了很多消费者对它的关注。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仅提供了一台 2.0T 的发动机，这也就是它的市场覆盖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所以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奥迪 Q3 就推出了 1.4T 的车型。在试车之前呢，我们在奥迪 Q3 的论坛里发了一篇帖子，详细询问了一下网友们所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那么在整理网友们的回复之后呢，我们总结出了一些最为关注的话题，他们分别是空间、做工如何，还有空间内部是否有刺鼻的异味，还有它的动力表现、操控感受，以及它的噪音、油耗，以及保养周期和费用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在此次视频中也为大家来一一解答。总体来说， Q3 1.4T 和 2.0T 的车型在外观、内饰设计和空间及做工方面完全一样，仅仅是在动力部分和配置上会有些不同。内饰的整体做工依然保持奥迪的水准，接缝均匀工整，座椅缝线看着挺有高级感。奥迪 Q3 分为两个排量，九款车型， 2.0T 车型分为前驱和四驱，它的价格区间呢是在28.98万元到42.88万元，而我们今天试驾的主角呢就是 1.4T 车型，它的价格区间呢是在24.98万元到28.98万元，而且都是前驱车型。这款奥迪 Q3 1.4T 舒适型和 2.0T 两驱舒适型的价格相比呢，相差了26000元，而产生这个价格差价的唯一的原因呢，就是它们的动力总成不同。如果你对配置有更高的要求，还可以选装，像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换挡拨片、中控彩色大屏、自动泊车辅助、并线辅助和车道偏离警示这些配置。对于车里是否有异味而产生疑虑的朋友们，你们大可以放心，我和我的同事们呢已经在普通天气和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为大家亲身体验过了。这辆试驾车呢目前已经行驶了将近1300公里，车内除了有皮革的味道之外呢是没有其他。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延时20到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增强夫妻性生活，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做回自信的自己。记住微信358163379。在动力部分，奥迪 Q3 1.4T 车型搭载了1.4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并且是高功率版本，最大功率150马力，最大扭矩250牛米，匹配的是6速 S-Tronic 双离合变速箱。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装配这台 1.4T 发动机的 Q3 开起来提速会不会很慢？其实这样的顾虑之前我也有，它虽然排量少了0.6升，但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只比 2.0T 低功率车型少了20马力和30牛米。而且通过我们的试驾来看呢，这台车在市区里面开动力还是足够用的，而且它的油门踏板呢感觉非常细腻，让你甚至感觉不到有涡轮增压器的忽然介入，加速效果呢也很平顺。动力虽然算不得非常强劲，也能做到随降随到，让你能够感觉到它可以完全满足日常市区里面的驾驶需求，偶尔需要急加速超车的时候呢也没有感觉到动力不足。6速双离合变速箱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换挡很干脆，动力的传递很紧密，尤其是在你跟车的时候呢，它的变速箱的换挡逻辑还是很聪明的，它可以根据你的车速以及你的油门踏板的反应来做出档位的相应调整。当你需要再次加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动力传递一样很快。有网友比较关心 1.4T 和 2.0T 的加速成绩，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同时借到 2.0T 的试驾车，所以用之前评测同事的测试成绩来和这辆 1.4T 的车型做对比。 2.0T 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成绩为7.8秒，而 1.4T 的车型是9.3秒。 2.0T 的0到60公里每小时的成绩为3.3秒， 1.4T 的成绩为4.1秒。总体来说，起步的感觉 1.4T 比较轻松，向前冲的力道不错，变速箱的换挡时间也比较短，很平顺。
于它的中段加速能力呢，从60公里每小时到80公里每小时还是感觉挺快的，稍微踩点油门就能明显的获得加速感。但是在100到120这个区间里呢，明显感觉不如2.0T 的这个动力储备那么充足。虽然说它的加速感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日常使用。运动模式下，转向系统和变速箱能明显感受到与经济模式是不同的。它的转向系统呢，手感也会偏沉，它的路感呢也会传递得更加清晰，基本上接近4000转左右呢才会升档。而在经济模式，由于它的动力呢调教得比较节能环保，所以变速箱在2000转左右呢就会自动升档，提早的进入一个巡航的状态。在80公里每小时时，它的转速大概保持在2000转左右。此时如果你想要加速的话，稍微重踩一下油门就能获得明显的加速感。在日常的行驶当中呢，我发现奥迪 Q3 1.4T 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女性用户而言，转向系统用起来是非常轻松的。无论是原地打轮还是低速行驶，它的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很容易驾驶。在跑高速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它的手感要稍微偏沉一些，挺扎实的。刹车的效果也不错，初段的时候就能获得不错的减速感，踏板的回馈力度也挺有质感的。减震器的调教比较充满韧性，在高速过弯的时候，车子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侧倾，乘坐感受还是不错的。不过北方用户在冬季驾驶两驱的 Q3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在冰雪路面上，两驱的抓地力相比四驱车型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有的网友朋友提问说，这辆车在满载开空调时它的加速会不会变肉？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找来了一些道具来充当配重，来现场模拟测试一下，看看它满载开空调时它的加速感受。这四个不情愿的配重一共415公斤，加上我48公斤，总重量达到了463公斤，这对于 Q3 来说也就算是满载状况下了。在满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台 1.4T 的发动机表现真的挺不错的，低转速有劲儿，高转速也不错，而且加速感挺好的。虽然它没有 2.0T 车型那么充沛的动力储备，但是它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9.3秒的成绩，以及它满载时的动力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所以说，1.4T 车型动力方面是不需要让人担心的。你们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肉吗？有网友问这台车噪音控制方面的感受，我觉得它毕竟是一辆 SUV， 所以在跑高速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点点风噪。但是在城市里面开还真的挺安静的。很多网友都问到了它的油耗表现，我们也进行了实际测试，测试里程一共114公里，城市环路行驶大约60公里，拥堵路段和低速行驶路段共50公里左右，平均时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配合着自动启停技术，百公里油耗为7.41升，表现还是挺不错的。有很多网友呢比较关心奥迪 Q3 1.4T 车型它的保养周期和保养费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致电了奥迪400客服的电话，获得的消息呢是这样的，他们建议呢首次保养在5000公里之内，之后的保养里程呢建议在5000到7500公里之间。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保养周期的间隔尽量在1年之内。针对保养费用的问题，我又咨询了一家北京地区的奥迪 4S 店。Q3 1.4T 的小保养是1200元，三滤加机油的保养价格在1700元左右，这两项价格均包含工时费，比 2.0T 车型便宜了100元左右，是由于它的机油使用量少了一升。可以说这款 1.4T 的奥迪 Q3 动力完全够用，它的价格呢，相比于同配置的 2.0T 车型，便宜了26000元，还是比较合理的。总的来说，这款入门级的奥迪 Q3 给那些对动力没有太高要求的用户提供了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真能拍呀！你是真能拍呀！哎呀，好，那一直在拍呢。我想吐。